欢迎大家收看 L 吸引力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《仙女奇缘》。本片导演是由《雷神》索尔的金奖提名导演肯尼斯·布兰纳执导，金奖影后凯特·布兰奇饰演后母一角。其实迪士尼自从这几年的真人版童话故事成功后，如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《魔镜梦游》得到全球10亿美金的票房，改编自《睡美人的黑魔女》也得到巨大的票房成功。这回迪士尼把苗头转向《灰姑娘》，让这套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话能够重新上妆。本片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后母这个角色，过去大家可能都认为后母就是一个邪恶的老妇人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电影里头呢，他们竟然找来了影后凯特·布兰奇所主演。凯特·布兰奇她就是一个演技上的教科书了，所以呢，凯特·布兰奇在这个片里面，她饰演是一个高雅、雍容华贵的一个后母，所以呢，会让大家看到在童话故事过去，大家好像都丑化了后母这个角色。但影后凯特·布兰奇这一次要彻底耍坏，可以把这个后母诠释出不同的新鲜感。特别是本片的导演是由过去在舞台剧界非常享有盛名的肯尼斯·布莱纳所执导，他在文戏上面的调配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我们现在很好奇，到底他能够让《仙女奇缘》这一个非常经典的童话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色彩呢？相信影迷们非常期待。3月号好像已经成为迪士尼把这些真人版童话搬上电影的吉利时刻，相信本片也会在3月份创下票房佳绩。